随着美国新冠疫情持续蔓延，医用物资也陷入了极度短缺的状况。目前有部分医院发出了讯息，希望民众和民间组织可以捐赠医院物资。来看以下的资讯。中天中望与社区医疗站在一起，共同抗疫。Pomona Valley Hospital, Arcadia 美医美医院 ，Whittier。PIH Health， 中天中望整理报道。